轩仔最近最爱喝的吼，啊，时局又来了，台中国际镇，哎，哎呦，啊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买饮料，嘿嘿，好了好了，哎，来了，今天，哎，一杯花生沐浴露，那一杯牛奶糖，哎，牛奶糖真奶在哪里？啊，对对，你来买饮料，来哦，还是觉得嘿嘿巧啊，直觉。他那个大的多多瓶，这个很特别，一个很大的多多，很可爱。这个他们联名的，很好喝哦。直觉饮料都是一杯有多种口感，这就是阿华田哦，然后上面有一层那个芝士哦，芝士奶盖啊，还有巧克力阿华田芝士冰砖，还吃得到那个饼干哦。知道吗？哈，哎，蓝整，欸，你隔壁的隔壁对，沙空同学啊，体育科有，有，哎呦，哦，不错哦，沙高高有体育科，花生沐浴露哦，这两个必点的啊，花田芝芝也很赞哦，这个也很赞，脆拿芝对啊，它里面有这个饼干，这个啊花田的脆拿芝哦，还有那个巧克力哦，还有一个巧克力冻，那个冻哦，这一杯真的是也是一杯四个口感，很赞。哎，欸，好，谢谢谢谢。OK，OK， 好 ，OK， 再聊。这个，哦，等一下，十绝花生沐浴露，一杯四个口感哦，喝到最后那个卷豆腐哦，这个记得喝之前搅拌一下，还有那个芋头卷豆腐，还有 QQ 珍珠，还有一个是。那个花生哦，四个口感，一杯四个口感，很赞，瞧，十绝，漂亮啊！这跟这个也是轩仔来很常喝牛奶糖珍珠拿铁哦，那甜度我对我来说刚好适中，然后很大一杯，很爽，喝起来有点像生有牛奶糖那种感觉，明白？啊，这一杯是台中那个国际珍奶节冠军饮品哦，花生沐浴乳，芋头的芋，沐浴乳哦，这个只有十绝喝得到，杀入十绝。哦，来去鹿港大院子哦。哇，鹿港现在就塞，平日也这么多车啊！天哪。哦，大院子，刚好算这个 timing， 他要过我要过，刚好睡了，算准时机就这样，我再等后面的车过就好。大院子啦，有喝过一杯160的饮料啊，现在喝给你看，今天刚出的 ，double double， 应该有了吧？哎，你好，一杯 double double， 爱云芒果。对，一杯这个 double double 这个，哦，好好好，啊，好，谢谢谢谢，好，好 ，double double， 你看，这今天四月三十刚出的这个大院子的爱文芒果，一半果肉，一半那个果汁，芒果汁。号称一杯有两颗的那个爱文芒果的分量，哦，等一下来喝看看。如果放不下，等一下就要哦，好长哦，这杯超长啊，哦，路途很短，所以讲起坑爹呢，我来点噻。哦，赶快到哦！等一下，预判方向就是这样。别人看到要冲，要注意。阿金，我有。哦，人生第一次喝这个。哦，一般以前我喝饮料哈，最多那个120，就是那个春水堂的珍珠奶茶120极限了，120极限。160，这一杯160，大院子4月30刚出的，这个爱文芒果 double double 哦，它就是一半。M 号的那个饮料一半，
然后一半是果肉，艾文芒果，听说有两颗艾文芒果在里面哦、喔。来喝看看，160的饮料，人生第一次喝，喝完来洗车了啊。算了，这个哦，它是这个让你用喝的，嗯，哦，真的很浓郁，真的你很明显就是准备就是艾文芒果，屏东访寮嘛，艾文芒果哦，两倍的浓度啊。然后喝完，等一下下面还可以吃果肉，没办法，哎，蜜蜂不错，蜜蜂很好。当然，这是嘴巴比较小，可以喝用这样喝哦。你要大口喝加果肉，就是当然这个大快朵颐区哦，这个洞哦，吸果肉，整颗满满的。下面都满满都是艾文芒果，哇！哦，两倍都不一样，每一口喝咬每一口、哦，怎么吸氧一招插进去，百分之百的命中率，一定可以命中艾文芒果，两倍的分量，够多了吧？一半果汁，一半果肉，是满满都果肉。那、啊、当然160就见仁见智啊、哦。听说我优惠券可以到101啊120，哇、哦嗯哦，超级浓郁。我刚吸冰上去，很凉，下又热，瞬间又热。来一杯艾尔芒果，瞬间又把你带上吸冰了，就直冲云霄那样吸冰那样。哟，这个分量没败啊，对我来说够了，哇，这样够了。我跟你讲不夸张，嚼不动，真的嚼不动，完全嚼不动。下面都是芒果，满满的艾尔芒果。4月30号礼拜四开始卖哦，今天开始卖。哎、欸，你好，你好。哎、欸，那个。啊，好点吃吗？不是，不是，还有一个更新的，那个。哦，那个海盐皮蛋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，这个。四杯。哎、欸、，Hello， 老板娘。Hello，Hello， 买你们新口味。哎呦。好好。加那只吗？哎、欸，一个。好。01。好。301。谢谢。好。稍等一下。好好，谢谢，谢谢。来喝这个新口味海盐皮纳汁。哎、欸，老板，那个有那个打卡是不是送果酱？他是送那个啊，现在你来了。好哦，哎呦，很可爱。对啊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，那等一下打卡。稍等一下，那个要付款。好 ，OK。那食觉很用心哦，真的很棒。他们一直在开发新口味，现在买哦，买那个海盐皮纳汁，就是跟那个。基福那个花生酱合作的新口味，脆皮烤花生跟乳酪芝士奶盖，也很特别哦。他现在打卡就送这个，很小迷你迷你很可爱的那个小果酱，哇，看到花生了，就是爱喝食觉啊！我要现在新口味都喝过了，啊，花田芝芝还有，现在喝这个。啊，盐皮纳汁，还有他们招牌的那个花生沐浴乳，哦、哇，跟花生沐浴乳又不一样啊、哦，对啊，哇，这也很赞哦，好啊，好啊，摆这个，好啊啊，打卡去哪边？阿卡，我付这个汤匙哦，然后你回去。打开的话就打开挖着吃会比较好。哦，好。如果没有的话，也要把搅拌均匀。好啊，好好，谢谢。好，我打卡打卡。哎、欸，哎，我也很漂亮哦，视觉的这个海盐皮纳汁啊，对，海盐皮纳汁，这、就是视觉他们也是，就是这个礼拜新出的口味，新口味。直觉的新饮料，海盐皮纳汁，很酷哦，新口味哦。